我是公共列车长的109年2月14号，台北站台北站8:53出发，就是1136次，经由沿线开往瑞芳。瑞芳的二大卫小圈车用892加891，也二大卫小圈车在台北站昆明城门。超级感动了，用89加891，我带回小圈车1136次就沿线开往瑞芳，在台北站使用。及261次将北回线上树林的第二2800型9200编组成之前哈，那个自己就拿再见。